上心是什么？上心是从你帮他到他来帮你。创新就是拉对方一把，创新是换观点思考，创新是用科技让彼此相遇。台湾的很多的企业实际上都兼顾了很多社会的责任，是社会重要的发展的力量。我们共同来努力，共同来追求，台湾一定可以越来越好。